拥有100万粉丝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是程前，今天的采访对象是陈柳明。你可能见过他，因为江苏卫视一站到底优酷自制综艺同一屋檐下。你可能粉过他微博、小红书百万粉丝 UP 主，一个金融从业者，同时是一个广泛参与综艺、广告、公益活动的公众人物。本期走进科学带你本期程前朋友圈带你一睹放一览无余，一块看看他日常啊，怎么赚的这么多钱啊，以及他平时是啥样的，这些东西吧，反正。Really, nigga? 非常难采访和准备的一个素材，因为资料太多，他又是个公众人物，对吧？我得看很多东西，然后想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例子，这特别像是《平凡世界》里孙少平跑到上海滩，然后跟冯程程坐一块聊天，怎么聊啊？这气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实在是差的不是一丁半点，所以我说我得想一办法把他给先拉下水。这是2021年5月28日中午11点，我应约来到上海淮海中路，他给了我3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再过15分钟，他即将出现在这条街上，而我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他那么完美的一个人设，又是上综艺啊，又是在微博上那么优雅，一直那么完美，我就特别想跟他吃一顿外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去给他买点吃的，然后上他们家一坐，盘着腿聊天，我觉得感觉特好。我想聊什么？他比我想象的更加冷峻、精致、有距离感，不知道待会儿坐下来吃外卖会不会拉近距离，从而打开防备，说出不同于荧幕之上的东西。Hello. 你给我介绍一下，对对对，是我的猫咪二毛子，他就是二毛子是吧？对，他就是二毛子。不是，他最近掉毛特别厉害。那微博100多万粉，70多万属于他，对，是吧？但他其实平时不跟我住，因为他有肾病，所以他跟我爸妈住。最近是因为我在家，我发现我可能有老鼠，可能。那他发挥的作用了吗？他就可爱，用可爱治愈我受伤的心灵。然后我就住在上面。OK， 上面是一个卫生阁楼，是个洗手间。OK， 没接成。没那我们就不展开了。对，然后我平时工作就会在下面，然后书架，然后因为这一个书架放不下我的书，然后我就又买了个书架。OK。反正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看书，所以我们家到处都是书。然后因为我也不喜欢坐桌子工作，所以一般都坐地上，所以我就会坐地上然后吃。我很好奇，就是你的粉丝对你的家里现在住的这个布局熟悉吗？还蛮熟悉的，因为我最开始录了一个 vlog 搬进来，去年就其实我正好搬进来1周年整，去年6月1号前后搬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录了一个 room tour， 然后大家都蛮喜欢的。然后今年就想在1周年的时候再录一个，是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录。OK。我比较经济实惠啊，我很关心淮海中路租这么大100多平的一个 loft， 大概是多少钱？18000。18000一个月？啊，那你这个支出只占你日常支出的多少呢？一个月？很难说，就是不会对我造成心理压力的比例。OK。所以我其实来之前做了很多功课嘛。你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你的金融这个工作上，还是说你在就是其他的工作？就是
这边忙一点，在这边多发一点，然后有的时候金融方面多发一点，反正就是两边20/80原则嘛。但是有的时候不好说哪边是20，哪边是80。OK， 那金融那块不要求天天去单位打卡。对。OK。你活出了所有人想要活出的样子，但累吗？可是我要看你还是看这个？你都可以， okay. 我拿高一点就好。嗯，累吗？对，累，累，但是不是那种你早上起来就说很多人很累，然后早上起来就说我不想起床，想睡觉，我不是那种，我说哇好累，就要起来，我就是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每一天都很喜欢。关于一个网红的日常的一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不是很可控的？除非是自己想做的内容，但是现在很多内容呢，你是有赞助方的。就比如说你想生产一个，像前段时间有一个职场类的节目，是我一直很想做的，然后正好有个赞助方找上来，那他其实就会有他希望的时间点，然后你又有你想坚持的内容的方向，然后你们要不停的去磨，然后但是呢，他一般给的那个时间是很短的 ，OK， 所以就常常会在写脚本、确认，然后拉扯中，然后其实还有很多流程上的，比如说签合同。对财务方面的事情，然后你要拍摄剪辑，可能剪辑不是自己做，跟他人的剪辑，剪完然后发布前修改，就这样。其实是一个，大部分的时候是比较机械性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创意的工作。就是会有内容，你是内容创作者和这个金主甲方之间的一个立场不同，所以产生了一个矛盾点。但大多数时候都还挺能够达成一致，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就是做有意义的东西。OK， 那这样的内容，是只是一个方面吧？你可能还有一些广告啊，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对的，有些广告，然后有些线下的活动。线下活动主要就是出席，然后现在很多线下活动就是不仅仅是你作为大家可能想象的那种博主出席，就是去拍几张漂亮照片啊什么的。但现在很多活动请我去，可能会要求说你要来做一个10分钟的演讲，或者是分享， okay. 或者是参加那种圆桌的，对，其实也多多少少要准备一下。在上海这种场合会非常多，对吧？对，像我6月初就有6月1号到6号，就那一周吧，可能有4-5场这样子。就是不同机构，不同目的，对，甚至有些是时尚类的，有些是金融机构的，然后大家一起。那他会有类似出场费这样的？是有的是吧？对，多多少就是有的很多，有的没有，但是我其实不是看钱去。你是根据兴趣，你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吧？然后还有出会，就是其他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员的，就我想不想去认识一下，或者是跟我有没有其他的关系这样。OK。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我的视频，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我特别想知道你现在，你的主业的收入跟你副业的收入，哪一个已经完全主导了你的整个的经济的状况？肯定是副业，也不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定义我到底哪一份工作是主业了，但肯定是做博主的收入会比较高一些，你毋庸置疑。那你自己开心的是？你都比较开心，我都很开心。你也很希望自己是一个金融精灵的这个形象，都市丽人的感觉，精英的感觉。你也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就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它让我看起来像一个什么精灵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意义，而且和我做副业它是有共通的嘛。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TED 那个演讲，就是。Okay.对，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消费赛道的投融资，那其实找我投放或者是我现在身边接触的也是消费赛道的品牌，所以这是一起做的事情。就甚至我也在工作里面很难把我的所谓的主业副业区分开、okay. 有的时候我去跟品牌开一个会，我可能把我博主的我们的内容和艾菲的工作一起聊了，结合了，对的。你们男生点菜是不点菜的吗？蔬菜。哎呀 ，sorry。